他这边很清楚的显示出来说，到底他们前几名的销售是什么？双十一各大电商业绩不断飙，生活用品外，各家 iPhone 13保养品几乎上榜。真活市集今年3C 美妆保养品销售量大增 ，iPad 9优惠价加回馈省很大 ，Dyson V 11折扣后19000加回馈跟赠品也省超过7000。生活品项像洗衣球限定一天，一颗从10多块变5块，卫生纸一包14块变5.5块，光卫生纸销量短短几小时就破。我们从11月1号开始双十一档期来看的话，整个跟平日以前过往的跳升，大概无论是在新客来站的数量以及订单的成长，都有5到7倍的跳升。5倍券加持，加上电商今年业绩好，好多优惠赠品加码，各家玩法，某某组队折扣，你当队长找3人，满1111回馈200，组员也各有50。虾皮除了11张免运券被大推，不同时段还有折价券，满499折50，甚至2999打85折的券 ，PC Home 每天11点都玩限量抢1111回馈，或储值优惠满30000省2700。PC Home 双十一前一天不断推活动拼业绩，偏偏很诱人的限时8%回馈一度出包，好多人购物车不见，无法结账。对此业者回应，他们有拉长优惠时间补偿顾客。各家今年卖很好，除了高单价品，生活用品都很抢。某某奥丽塔纯橄榄油排进全站前几名，双十一推4瓶大葵花油卖1111，盛祥珍坚果量贩每日坚果跟无调味的61包也卖999。线下品牌好事多也要抢，官网上买满11000输折扣码省1000。全联线上 PX Pay 付款满1111送1111点，预购49寸 LG 电视省7到8000。这么大一块饼，大家杀红眼抢单。TVBS 新闻徐国恒瑞台北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